好像可以。这个可以换，这个可以换，不要换。我眼神很凶吗？有吗？我花钱了，所以我昨天十二抽就抽到了。这样好好这样试试看。我这边洗一下。我真的很怕。光精灵石，光精灵石还蛮用，蛮没用的啦，我觉得。不要打死他。哦。哦，超痛的。这样有一点三吗？不然有一点，有好像有。不要。不够，真的假的？这样不够。哦，还够还够，可是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吓死我了。这样子，我再撑一次。再撑一次，哇，好有点刺激啊！刺激啊，有点刺激啊！可以再撑七两回合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觉得我会不行。有没有神存技？神存技能啊！神存技能。我有吃过白饭加水吗？哦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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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哦，天哪！不该天降的时候一堆天降。哎、欸，这边就可以开技能了哈，我们这边开个水源龙，然后先瞄准左边这只垃圾。完了，我觉得又要死。啊！天哪！好，我们打死左边那只之后，哎，喂、欸，没事啊，他是怎样？防御力提升至50倍。主要是防御跟攻击啊，所以我下一回合就会死了，是不是？你下一回合就要死。开这个，又是三发电，这样子拼看看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我看一下哦，水两组而已耶，看。你看，真的是不该天降的时候都会天降。没有，嗯，怕他。哦，我靠！那个血转没上去啊！哇！哎、欸，这样也可以死！这应该还是不错。哇，好吧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天哪！水源队可以放水屋吗？不太推荐了，效果不好了。你用素材过了八十六十，哦，辛苦你。八十六十。什么东西？素材队过八十六十。请我吃白饭。八十六十会不会太夸张啊？还好他都肯用素材了。真的啊，无极限啊。怎么都不掉新珠啊！天啊！哇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明明第二关咋？轰掉一只就好，为什么感觉光谷的倍率在这边这么低？啊！我先看一下聊天室那个，我这样子，那用八十六颗怎么不能多砍？对啊，光狂水狂那一关写多少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没有啊，反正都是几百万几百万啊。我也知道啊，几百万，我看一下。玩得好艰辛，对啊，第一关不给新珠啊，真是的。我要白饭、玉米、豆腐汤，一百多万而已哦，这样子应该够。这样好了，反正水源龙，我觉得它解放之后变蛮好用的。这不是手下三康的问题啊，是新珠不掉的话也没办法补血。它可以转水 ，CD 6而已，很好用。靠你水源龙解放。为什么要选不一样脸的队长？随便选的。哎、欸，这个会不会死啊？那没差啦。对啊，那没差。好多新珠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是不是要爆发过去啊？那个贝武夫那边。你如果龙带太多的话，两张龙哎。爆发好了。哎呦，停！看一下。
Hello，Hello，水源很需要抽吗？看看你了，看你本身要不要抽了。水不止克隆，最高三倍哦。神魔排名是什么？正常水和火元系怎么组？哎，这是有光谷系的。元系忘记换造型，随便的啦。哎，这边遇到个鼠，完蛋了，分他一下哈，加减打一下。哦，我觉得这边要绿珠哎、欸。城关这边先转一下，追打好不好？哎呦，这样子够了吧？追打，追打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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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分死他！还有毒龙还没跳。选什么校草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不瞒各位啊，我就不要说我什么嘴炮啊，我高三的时候，等一下跟你讲，是嘴炮，什么嘴炮？我绝对不是嘴炮，我跟你们讲。暗元龙建议解放吗？建议啊。我高三毕业的时候，那个校刊，我跟你讲。少主飞机上飞机。我、感谢那个。飞机要飞。还绕口令啊，白痴。要感谢，记得私讯我粉专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让 Google 小姐？真的哎、欸，绕口令哎、欸。我笑。真感谢赞助。嗯、各种已读，我不可能每个人留言都看到嘛，好不好？给个那个嘛。我跟你们讲啊，高三的时候，你们都知道会有那种校刊，对不对？校刊那种东西，你们就不要。卡片交换不可能啊，这每个人都是。然后那个校刊社的啊，毕业前啊，就来那个采访我啊，因为要选三个啊，什么那个三个那个什么全校什么型男之类的啦。我跟你们讲啊，高中是我快十年前的事情啊。然后我就被选到啊，三个里面其中一个啊，不要说我在嘴炮啊，认真不虎啊，你跟你讲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自己去找嘉义高工那一年的校刊布喇叭，放两毒龙一击四，来啊，喷小力一点好不好？喷小力一点，喷小力一点，小谢没有开台，要去看电影。这种时候不要传讯息。Frankie 说什么？他叫我抽妍希。Dolly 来抽妍希，好啊。Dolly 他说等一下要来抽妍希给大家看哦。他说等一下要抽给大家看。Frankie 有没石头啊？假的。全校只有三个男生，干你的！最好是全校只有三个男生。好凶哦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做效果，做效果。全校三个人。到这边进的魔衣会被消掉，先开一个菲尔卡叠一下。你们自己去找那一届的校刊啊，我就不多说了啦。验证码有什么用？现在还我就不多说了，你们自己去找啊。那年刚好没人才干，各种嘴哎、欸。验证码那个应该是给香港那时候活动用吧？哎、欸、干。轻松过提供一个卡住哎、欸，手机一个卡卡的。你也独家工，你自己去找那一年的校刊，我就不多说啦。我觉得这边可以开一个光谷，看一下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哦 ，OK OK， 有一转没左下，真的假？现在这副本可以干嘛？你说猫头鹰吗？没用，完全没用。加工最好是有那么多加工人啊，哪有那么扯的？全部都是加工，哪有那么多加工？嘴炮王哎、欸！这边先慢慢打一下。我一说我加工，全部都加工。那你的校刊拿来，我没有买啊。你们有可以去找啊，我没有买。我每干一下，你猫就抖一下。你的猫有在看哦。你猫也在看，你跟我同届，你怎么知道你跟我同届？你确定你跟我同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OK OK， 半月队也可以，可以，可是很慢。好，哎、欸，什么？哦，哎、欸，你知道你聊天室有一个人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
这边先开一次黄月。学校没人才，你们在嘴啊！我还不背你们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刚刚聊天室有一个超帅的回应哎、欸？怎样？他说你们不是选三个对不对？他说为了凸显其他两个很帅。干！哎、欸，不是我说的哦，是你们聊天室某个人说的哦。这边先开。哎、欸，有人说你是华商的，华商我知道啊。华商队嘉义的学校。哇好卡、哦！哇，怎么手机这么卡、啊？哇！哎、欸，你那边也很卡、哦。我手机很卡。我这边是录影大师卡、欸。应该是开太久了。是吗？啊，我准备。就是开太久就会这样。准备收，准备收。转租666。777。艾希啦。三年级装潢的哦，我那个时候。我那时候是读室内设计的啊，好，这边直接敲他啦，是这样啊。黑我得名饕餮，有啊，我记得有人念餐餐不是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这样。饕餮了，好卡、喔。好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场，准备关了啦。这样子应该得敲了死他吧？真的是声音完全延迟，很正常啊，因为开久，而且我家苹果录影大师。哎、欸，敲不死哎、欸。敲不死。没关系，反正就跟他磨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等一下最后一场要不要试干系啦？不要这样搞我啊！哦、啊，我都用六黄符了，你要不要试干系啦？哦，过了，好啦，这边有人想干系啦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聊天室。小许，记住你很丑，你才丑，你全家都丑。谁啊？华商女生多，对啊，华商女生妹子很多啊。国中在哪？还没出、哦。那我什么科？室内设计科啦。东吴也很多妹，我知道。随我目光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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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我目光暗。干，可是我觉得水珠这两组，我哎、欸、暗没有哎、欸、干。你可以开机室的那个技能啊，它不是光暗等于吗？好，谢谢提醒。我啊，我这边八风王跟光谷系技能会冲突吗？会，所以不能一起开。好，来啊，最后那个啦，最后一队，这一打算准备收了。我自己把暗珠转掉了啊！转掉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刚刚都是做效果啊，刚刚都是做效果啊。等一下，然后最后一次哦，是看全黄符队伍。刚刚做效果给你们看的啊，等一下才要认真，好不好？有吗？有暗珠吗？好了。哦。哎呀，真的用黄符试试看了、啊、，Go Go Go！随我目光暗有没有？随我目光暗。然后今天最后一场哦。好，来了啦，跟你们讲啊。看一下暗光。啊！哦。嘉义高空擒男，不够不行。你这样 ，OK。哦，刚刚好 ，OK。来、啊，最后一场，全部人把手举起来，这样天降才多。你们别再嘴炮了，好不好？让我认真转个，好不好？哎、欸。暗火火石，哎、欸，哇，一整坨，很远。黄符上次开的时候有用啊，这次再用一次吧。嗯，不管了啦，光暗火，光。哎、欸，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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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天降 ，OK。哇，举手，天降才多一点。欸、到我有没有削到五颗五鼠啊？好像有哎、欸，一个紧张啊！哇！刚刚那个说高嘉义高中型男的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个人才。影响不够多，再试一次。慧眼识英雄啊，就是用在这道理啊。来来、啊，今天最后一场了，都哎干！没有削到五鼠，我以为有削到五鼠。哎、欸，你刚那个干也太大声了吧！我跟你们讲啊。做效果，又做效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过上这三就不用了啦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削到五组，我没注意耶。哎、欸，这是怎么出场？出的这么少、嗯？我记得第一关不是天降到很夸张才过。跟你们讲啊，再来啊，不够，不行，第一关要一支五十万。啊，
慢慢磨就磨过去了啦，不用在那边开技能啊。开什么技能？其实你可以赌一下，你可以开水源龙啊，然后可以转几颗星星出来之类的。哦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可是水源龙也有机会会把那个啦星，那个怎么说，其他珠子给压掉，懂我意思吗？懂。因为这队才好玩啊。有没有慢慢磨就磨过去了啊？安安，水火目光暗，水火目光暗，我找一个比较好转的。六龙葵四圣，我只有六黄符而已，而且六龙葵的倍率太低了，可恶，不行。有没有这样可以了吧？其实你只要转到五鼠家过了啦，刚刚做效果而已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们眼睛业障太重了啊，都是假的。假的。当年下刊选的其实是全校最丑，丑你妹！告密者，我昨天已经破关了。我昨天告密者两小时就过完了欸。我跟小倩团队合作。一二三四，他有玩过啊？才一组而已，紧张不够。好啦，过了。哦天哪！